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623页最后的一行，这是这一段的总结。其故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尔。前面所说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不可思议。这一段经文总结。为什么不可思议？为我们说出来了。这是佛力，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第二个呢，是众生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共业所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其故众生功德善力，其故是指极乐世界这些往生的人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种种正行住行定善善善，求生净土，持万德圆聚之名，入一尘大愿之海。这个功德太殊胜了。万德圆聚之名，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不但一般人不知道，即使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也未必知道。这什么原因呢？缺少宣传，讲的人太少了，真正依教修行的人更少，没有人讲。有真修的人，是真修的人我们看不出来，往往还轻视他们，这都造罪业。哪些人真修呢？我们一般所说的下愚之人，所谓上智与下愚不一，上智之人在我们这一代没看到。要举个代表呢，大概只有印光大师，这上智。可是下愚的人不少，有时候会遇到。我常常说的，乡村里面这些阿公阿婆，他们的本事就是老实听话真干，这他真做到了。遇到善友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就真念。他也不问什么理由，
什么妄念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接受过来就老实念，一天念到晚。我相信这样念法念到半年以上，他就得三昧了，法喜充满，他真正万缘放得下了啊，真心真愿往生。啊，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大势至菩萨念佛的标准，他完全相应。啊，《圆通章》里头告诉我们：“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度摄六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万缘放下，眼见色，耳闻声。决定不放在心上，这叫度摄六根啊！不是不看不听，也看也听，不放在心上啊！见闻觉知与自己念佛的心不相干，他绝不干扰啊！一心呢都在佛号上。这种人很容易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他就通达明了了，他信心十足啊，决志求往生，不为世间一切所累，你这种人多难得啊！这种人所在之处，他居住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灾难到他这个地方就化解了，自然化解了啊！为什么现在人讲磁场他的磁场不一样啊，啊，灾难到这个人，自然被他的磁场化解掉了。这个磁场，我们佛法说，念佛功德的成就啊。啊，自己身心呢，什么毛病都没有。完全用念力控制了，念力真的产生不思议的效果啊！如一尘大愿之海，一尘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入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的加持，你就得到阿惟越智菩萨的享受啊！阿惟越智的菩萨明心见性，性德里面的智慧、德相、神通、道理，通通显现。我们虽然待业往生，烦恼没断，业障没消，可是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气氛，接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我们整个身体变质了啊，这些加持等于说我们全身改组了啊，过去从六道设法界这个身体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就睡变，就改造，整个就改造了，变成法现身，法现身具法现土
不可思议功德了。这如是殊胜功德无量无边，故其利用啊，它的能量，它的作用甚难思议，叫不可思议。修善所得的利用呢，成为善力啊，经言素月以这一法真修，名为善力啊，法善法，佛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是善法啊，依照这个修学产生善力，这个善力能帮助我们平平稳稳地往生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丝毫障碍。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力均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善力不可思议啊！为什么？一个是自信，自信本来具足啊，我们老祖宗都知道，人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真的不是假的。现在人不相信了，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人呢，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他不相信人是好人啊，好人一定要真正去修炼，没有通过修炼，他决定不承认你是好人，跟东方人的思想不一样啊。东方这古代的中国人心念里头都是以为人都是好人，没有怀疑哪个人是坏人东方人的理念思维跟心的相应，西方人的思维跟习性相应，他们不知道有本性，只知道有习性，不知道有本性，所以科学跟哲学啊，他们都有一定的界限，不能够超越，它有极限啊。东方人的思维没有极限，跟自信一样，说大其大无外，说小其小无内，没有极限啊。所以东方人有智慧，西方人有知识，知识跟智慧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这些年来，似乎啊，有不少人开始慢慢觉悟，慢慢再回头啊，找老祖宗的东西，能不能找到呢？难，但是有困难啊。困难在哪里呢？还是我们把老祖宗的教育丢掉了，现在没底，没底就困难了。那底是什么呢？底是孝道。
中国千万年来的教学，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孝。孝没有了，孝产生的敬，那是真正的恭敬。现在没有孝，所以就没有敬。学古圣先贤的东西，没有孝敬就进不去，自然产生了障碍。啊，尤其是最大的障碍是怀疑。啊，对祖宗东西，现在人的这个心态是半信半疑。啊，其实半信半疑都说过分了。真正信啊，大概只有几分呢、啊？怀疑啊，八九十分。啊，即使是专家学者看中国古籍也带着批评的意味。啊，用什么封建迷信落后不厚科学赶不上时代这些理念造成了严重障碍。啊，印光大师讲得好啊，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你能理解一分，十分诚信你就能够理解十分，没有诚信心啊，孔夫子来教你都没用，你都得不到理。有啊，孔子当代就有啊。那邵正毛，孔子就叫邵正毛，能得利益吗？不能得了。那实在不能得，孔老夫子做司寇就把他杀掉了。那在现在不行啊，现在是孔子犯了罪，侵夺人权了。啊，这个人就是。能言善道，辩才无碍，全是歪的歪道理，歪道理在他口里说活了，连孔老夫子都辩不过他。啊，危害社会太大了，在现在不成为危害，现在人承认他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今天这个社会像邵正毛这一类人有多少啊？啊，所以恢复传统文化有难度，不能不做。我们丢掉两百年，恢复至少也要两百年。啊，恢复我们要恳求佛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再来做不到的，凡人决定做不到，要佛菩萨现身说法给大家做榜样。啊，于是我们就能够理解了，凡是发这样的心舍己为人，为众生呢做好榜样的这个人，肯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决定不是凡人。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尊重啊。啊，所以他们的功德善力不可思议，住行业地。这四个字会书里都有解释。啊，住行啊，行业之地者。是则弥陀如来大愿大行大业成就之地。这指
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住在这个大地，真叫宝地。这个地是弥陀48愿无界修行，这个无界修行是表法，无界之前要加上去是无量界了。阿弥陀佛9圆界已经成佛了，这一次在西方极乐世界是表演的，就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地球上做的表演的一模一样啊，故佛再来，发大慈悲心，看到六道众生可怜呐、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十方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都是这样迷惑颠倒。造业受报。有圣贤教学还好一点。还能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没有圣贤教学就不得了了。那会乱成一团呐、这个世界伦理道德一切善法都崩溃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乱世。今天整个世界混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无论是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从来没有过。什么原因呢？多少人认为制度上的问题。我也是有很多人问我，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我的看法不是制度问题，制度没问题，人心坏了，问题在这里啊。人心怎么坏了？我们把教育丢掉了，那教现在学校这么多啊，现在学校所教的是教你干事，没有教你做人。东方自古以来教育首先教你做人，最后是教你做事。你看夫子教学四口，第一个德行做人的，第二个言语。为什么？口为祸福之门，得会说话了。不会说话了，不但自己惹祸，那个祸会连累一家，会连累一国，多可怕！幕后才是真事，才叫你办事。最后才是文艺的精神享受，摆在最后啊。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前面两个没有了，不教了，只教正事，也崇尚娱乐，娱乐几乎全都是负面。古时候的娱乐里头是教育，这是今天社会搞成这个样子，原因在此地。
人只要心好，行好，再不好的制度啊，他都做好事啊。人心要坏了，再好的制度照样干坏事。所以，古人说，制度固然重要啊，人心更重要。人存正序，人亡正邪，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今天这个社会怎么个旧法，我在马来西亚马哈迪长老就用这个问题来问我，他问我，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问我这么一个问题。我回答他老人家，我说只要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了，世界会和平。他说哪四桩？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第三个，族群与族群。第四个，宗教与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和谐世界，太平天下就出现了。他听了，表情非常严肃，看着我，没话说了。我们停了五六分钟，我向他报告，我说是难。非常棘手，非常困难。可是从宗教下手有办法。毕竟地球上信仰宗教的人超过不信宗教的人，信仰宗教人占多数啊。宗教如果能够吸收合作，会影响政治。因为是很多国家是民选的，会影响族群，会影响政党。我这个话他听懂了，尤其是我们在新加坡做宗教团结做得很成功。那暂时做的还不够，我做的只是初步。要怎样才到位呢？宗教的传教士要互相学习经典，才真正和睦相处。真正学习经典，就会发现所有经典里头大同小异，方向目标几乎都是一致的。对别人宗教啊，才能起尊敬之心，才不会排斥，所以他能合作。那么宗教教育正好弥补现在教育之不足，那现在教育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宗教教育有这一块，所以宗教教育要跟现在学校教育结合成一体，互补啊，就能把人教好啊，问题就能解决。
啊，除这个方法之外，我想不出第二个方法了。啊，现在包括联合国都排斥宗教啊，这过去我们知道啊，不跟宗教往来，保持距离。啊，2006年，我们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了一次活动。啊，这个活动联合国发起的。啊，我们把宗教带进去了。啊，新加坡跟澳洲10个宗教代表在大会堂手牵着手为世界和平做祈祷，大家看到了，才知道宗教里头有和平啊！真正让他看到了啊，看到宗教团结，宗教和睦相处啊！我把这10个宗教的代表排座位排在第一排。让大家感受宗教和睦平等对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这个活动办了之后一直到现在联合国还念念不忘。啊，还希望我们去再办一次。啊，我们也很感激。啊，当时的秘书长称赞我们那次活动，秩序、内容都是最好的。啊，所以不是做不到啊，我们要努力去做。在今天的社会，光说可不行，一定要做出来给人看。啊，所以那一次，我们有汤池、小镇。做出的成绩啊，大家看到啊，现在他再要我就再办一次，我没有东西给他看的啊，他的邀请我不敢接受啊，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天意啊，众神在安排，佛菩萨在加持，不是人力，是不思议力在掌控中。啊，去年澳洲净宗学院10周年纪念办了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范围很小，只局限图文巴这个小镇我们在这个小镇住了10年了啊，那最好的成绩呢应该是说我们把小城的人民团结起来了，这个小城只有10万人，我们10年在那个地方的表现让居民认同啊，10年呢做出了榜样啊，图文巴的居民别的不知道，他们晓得净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我们再住10年呢只得到这么一句话，净宗学院都是好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欢喜
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哎，图文巴的宗教要能够团结起来，我们大家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这就很有意义了。啊，那这个构想呢，跟市长的理念完全相同。这个市长就任的时候，我们碰头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想法，想把这个市政呢做好，全心全力来做。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方法。啊，所以我们联合宗教来做，由他来主导。会做成功啊！我向他请教，图文巴居民十万人，有多少个族群？我都没想到啊！他告诉我80多个族群。我们中国这么大了，才56个族群呢。图文巴十万人，有80多个族群。啊，言语呢，所说话言语呢，100多种，标准的多元化，宗教有10几种，啊，真是多元文化的大团结，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在这里面做出来，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个有意义啊，那比我们汤汁意义更殊胜了。啊，所以我就啊，那天我们邀请这个全市所有宗教啊都有代表来参加，我就把这个看法想法向大家做报告，哎，回响非常热烈，大家要真干啊。所以今年他们办了个活动啊，每一个宗教都有这个意愿，而且都很真诚。我说太好了，难得。我说如果我们一年当中能够把它做出成绩出来啊，我说我答应他2桩事情。第一桩呢，我们在图文巴建一个广播电台，卫星广播电台，让图文巴的人民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学习对全世界播放啊，让大家看到啊。第二个呢，我们想方法呢到联合国啊办一个大活动啊，让全世界都知道。好事啊，每一个人都欢喜啊。啊，正好碰到泰国啊，泰国有一个世界佛教学人组织，这个组织好像也有50多年历史了啊。他们的会长、秘书长跟我很熟啊。那么今年下个月他们办一个活动，同时也庆祝啊这个太皇的生日啊，邀请了我我给他们建议，这群只有佛教没有其他宗教啊，我建议他扩大，我们邀请海外各个不同宗教的具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做一个聚会。他同意了，本来会期是2天，现在会期延长4天，叫多元文化的活动啊，是由他们主办，这是个好事情啊。我参加的目的就是想
把图文巴大家的这种理想向他大会介绍啊，希望呢图文巴明年有很好的成就，让我们大家看到啊，同时要鼓励佛教也要办一口啊，那泰国是佛教是国教啊，我要鼓励泰国人要办一个佛教精神文化中心啊，就像我去年访问梵蒂冈，我是劝教宗把梵蒂冈打造成全世界天主教在地球上一个代表的中心点，就是他们的天堂啊！天主教天堂在哪里？梵蒂冈是天堂的代表。啊，梵蒂冈不大啊，这一次我问清楚了，它的面积只有50个英亩，50个英亩和中国就是300亩，地方不大，真是很小，出乎我意料之外啊，人口不到1000人，所以我就想到罗马城不大啊，我向他请教罗马有多少个教堂，你们天主教教堂，他有400多个。好啊，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都讲经教学上课。我说顶多1年，罗马城就变成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文化中心，你们做好了，我相信带动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宗教都会考虑我们要做一个圣城，要做一个中心，这样对于世界和平会起很大作用。啊，那么下一个月的曼谷这个活动，我还就是把这些理念告诉大家啊，向大家做个汇报，向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来努力啊，我们今天心量眼光都要展开，要以全球人民的幸福安定和谐作为我们考量的目标啊，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和睦啊，共存共荣啊，我们希望世界恢复安定和平，我们希望地球上灾难能化解啊，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宗教的神圣每一个族群的祖先都会欢喜这桩事情，都会加持这桩事情啊，我们一定能做得好啊，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大愿大行大业，我们要向他学习。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建立这个圣城啊，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做榜样的啊，所以我们的灵感从哪来？从极乐世界来的
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要有大愿，要有大心，就大心要做出来，光说不行，要做出来。大业建造一个圣城就是大业，极乐众生应修无量功德善力啊，我们能够追随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的愿为愿，以阿弥陀佛的行为行，以阿弥陀佛的事业为事业，现在极乐是在这个地球上做一个点，这个点就好比大使馆戒严站，这是戒严往生的啊，这是个点，终极的目标在极乐世界。每一个宗教圣城都是将来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天园啊，这是接待站。好啊，这个才有意义啊！啊，宗教与宗教之间和睦相处啊，你们的天堂我们也可以去观光旅游啊，去参拜啊，极乐世界每一个宗教人都可以到了去参观旅游啊，去看看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啊，一定要和睦相处，不要引起心机大战。啊，要平等对待。啊，故云住行业地。啊，我们要住在弥陀之心、弥陀之业、弥陀之愿，住在这个地方。如第二卷第四十七愿真言论注啊，这往生论的注解，谭鸾法师做的，为见弥陀身相得平等身业，用效法他了，闻名呢得平等口业，欲光智法的平等意义啊，是即住于弥陀之行业地，修净土的人住在哪里？现在就要住啊！啊，不是将来到极乐世界，现在就住啊！极乐世界才真有份呐、啊！现在不住就没份呐、啊！啊，怎么住法呢？首先熟读《无量寿经》，啊，多听了解经典里面的境界，啊，经典里面道理、方法、利用境界，统统知道啊！也就是此地讲的三个字啊。啊，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的行，阿弥陀佛的业，他的事业啊，他的事业是教学，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住世教学49年，每天没间断，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教学天天不间断。我们就晓得圣贤事业是什么，圣贤事业教学360行，他选的是这一行，而且是义务教学，不收学费的，平等的教学，不分族群，不分国籍，不分信仰，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是多元化，不同的国家人到这边来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啊，佛统统教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啊。
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一切宗教的天堂，啊，只要你喜欢去的时候，欢迎。啊，极乐世界的居民，我们相信各种不同宗教的天堂都去朝拜啊，都去参学啊。阿弥陀佛倡导的是多元文化了，不是独一的啊。你看那个四十八愿就知道，四十八愿不是自己在家里想的，谁想的？不是啊，二是去参学，设方诸佛刹土，看到你好的，我收，我记住，我要；不好的，我不要。所以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即诸佛世界美好大乘的成就。啊，不是自己想的。总结成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他无界考察啊参观的总纲领啊，这四十八是总纲领啊，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汇集的啊。那这个经世尊多次宣讲，下列老汇集的，哎，碰到华严老的注解也是汇集的，汇集好啊，汇集就是多元文化了啊！你看他的注解，汇集的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注解110种，总共193种，汇集，所以注解集注啊。啊，这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多元文化的意思，大家的意思。啊，大家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意思，自己意思就是大家意思，自他不二了，这多圆满了，多圆融啊！啊，这个才真正做到清净平等。啊，经题上说得好啊，清净平等觉，不清净就不觉，不平等就不觉，清净平等才是觉。啊，所以汤恩比的话很有味道，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要空蒙学术，要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跟阿弥陀佛学就行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这本书里头啊，在极乐世界全看到了，在阿弥陀佛身上全看到了啊，这部书看阿弥陀佛身，看阿弥陀佛的心，看阿弥陀佛的愿，看阿弥陀佛的心，看阿弥陀佛的事业。你要真学会了，这个世界极乐世界啊，我们要倡导。把我们所体会的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身要学阿弥陀佛，我们的家要学阿弥陀佛，弥陀的家庭，我们的道场要学阿弥陀佛，我们居住的这个小村庄要学阿弥陀佛，再扩大的就是小镇阿弥陀佛啊，慢慢就扩大到全世界，这个人生
都有意义，都有价值，这都有味道啊。啊，这一世没有白来啊。啊，唯有这样做法，才真正大幅度把自己向上提升。啊，阿弥陀佛的愿心一体。由于极乐众生功德善力按住弥陀行业地之力，就产生这个能量啊，产生这个力量，借彼无上威神之力，彼佛是阿弥陀佛。你看众生学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这力量不可思议啊！再加上阿弥陀佛自己威神之力，是故极乐世界不赖须弥自然安住。这阿难问的啊，四王天跟忉利天，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他们住哪里？这不需要依赖须弥，自然安住。啊，他愿意住在地上就愿意住在地上，他愿意住在空中就住在空中，得大自在。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明问所为，阿难被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了，舍无所获。他清楚，他明白了，他不迷惑了。那为什么要问呢？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阿难的问是代众生问。啊，这个在佛门的五种问呢，是属于利要有情问。那别人问不出来啊，那他能问得出来啊，这一问一答了，哦，许多人听得觉悟了，明白了。我们看念老的注子啊，阿难至此啊，到这个地方，是臣民发问之动机啊，该见于当来众生啊，这就是看到啊，将来的众生佛灭度之后啊，正法相法尤其是末法，情之深重啊，于此疑惑啊，现在的人烦恼障太重，所知障更重，这两种障碍这个障碍在佛法讲障缘，障碍你信仰，障碍你信心，障碍你理解，障碍你修行。啊，所以真正发心想其如佛所说的境界，必须把烦恼障所知障放下啊。怎么放下呢？学这部经教最殊胜的是无比殊胜，我心中只有这一部经，其他的全部不放在心上。就像修兰博士所说的
啊，把你心里面的记忆、不善的记忆统统清除掉，善的记忆也清除掉，你的心才真正恢复清净。啊，他们的术语者回归到零极限，零极限是什么都没有，善不善统统清除掉，这个清净心起的作用就能治病啊，什么病都没有了。他所用的理论依据就是这个啊，他给人治病很有效，不需要跟病人见面啊，只要你把名字告诉他，你的年龄告诉他啊，这个男女性别在你的病历啊，你出生的日期、出生的地点，他要这些东西啊，你的病历啊，怎么治法呢？他的方法是观想，把病人、把你跟自己观成一体啊，我们身体跟身体融合成一体啊，那就晓得哪些病我身上有，他用意念把这些病人治好。啊，每一天要观想，做这种观想30分钟，要一般呢要持续一个月，对方病就没有了。啊，所以他在夏威夷一个神经病院，30多个病患是最严重的病患，没有办法治的。啊，他在这个医院住了3年，把这些病患全治好了。那我们现在晓得了啊，他每一天治的人数不多啊，这精力也有限的啊，你看一个人需要半个小时，而且需要半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啊，那他们大概一天总是几个人啊，一个月治好几个人，3年把这个病院人全部治好了，通通出院了，病里头没有病患了。啊，就是一定要回归到零极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了。我们的妄想杂念太多，他那个是禅定的境界，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了。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什么这个带着病菌的这些细胞通通恢复正常啊。我记得有个同学告诉我，这是医生说的，这有得癌症严重末期的病患，就告诉他你东西没办法治了，可是还有一个办法，你肯不肯试验一下啊？什么方法呢？一个星期不吃东西啊，你的病会好。怎么好的呢？一个星期东西不吃东西啊，把那个癌细胞饿死了，你吃的东西营养全被它吸收了啊，你打吃补的东西搞什么，你全部都在养那个癌细胞，那你就要命了。你不给他补充东西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后他饿死了，这癌细胞没有，再检查没有，病就好了。哎，这也是一个方法了啊，你要真正肯相信，一个星期不吃东西人不会饿死，可是癌细胞饿死了。啊，那么修兰博士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心里面的东西统统清理出去啊，恢复到零极限，
我看那个灵起现有一点像佛法说的无想定。无想定也了不起，在第四禅的，它就起作用了。所以它有定，它没有慧。佛法里头定有慧，它有观，它这个里头没有。能起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要学阿弥陀佛。我们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身边拉拉走全清出去。让我们的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一个杂念，善恶都清楚。一心专念的这个人怎么能不往生？确定往生，而且品位高。欧益大师讲的，品位高下了，在功夫的前身呢，清楚这是功夫啊。大师至菩萨讲，都摄六根，都摄六根是清楚，眼见的善不善，耳听的善不善，全部清除掉，再多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个净不怀疑，不夹杂，这是净啊。这种净念一个接一个，这是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个品位可高了。果然清楚干净了。十宝图上辈往生，不在中下了。善导大师说的，万修万人去。那现在念佛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能万修万人去？他修的不如法，他对于经的道理没搞懂。虽然跟阿弥陀佛学，不知道学什么。你看你经上讲多清楚。学阿弥陀佛的德行。阿弥陀佛孝亲尊师啊，从这里开始啊。真正孝亲尊师，那这三个根就得自然就扎稳了。没有三个根，那是假的孝啊，不是真的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真有德行。父母看到欢喜老师看到欢喜真干呐！学阿弥陀佛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阿弥陀佛的智慧，学阿弥陀佛的愿，学阿弥陀佛的心，学阿弥陀佛的业，这都讲得多清楚啊！我们家里的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居住的环境，统统向极乐世界学。极乐世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依照中国古人的说法，我们修身学阿弥陀佛，我们齐家学极乐世界齐家治国都跟极乐世界学，平天下
阿弥陀佛平天下那个天下大了，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平了，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就是平天下。对人、对事、对物，没有贪念，没有怨恨，啊，这个我们要学。从早到晚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早到晚，你看到一切人，要平等看待，啊，怎么平等看待呢？看到一切人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帮助我成就我，哎，他善心善行啊，提醒我，我有没有？没有，赶快学；有呢，有为保持。啊，他所表演的是不善的信心，我看了，我要反省有没有？有，赶快改过来；没有。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全是阿弥陀佛在示现啊！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异类呀。你说我能不往生吗？这不可能不往生啊！啊，学阿弥陀佛要这样学法。一切人是阿弥陀佛，一切畜生动物都是阿弥陀佛，一切鬼神也是阿弥陀佛，无不尽。啊，我说他真的是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性变现的，啊，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所有一切动植物全是自性变现的，怎么不是阿弥陀佛？念头一转，那就成佛了。啊，树木花草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无处不是啊！我就活在阿弥陀佛心中啊，活在阿弥陀佛生活之中啊。啊，这叫修净土。那么阿难想得周到啊，佛灭度之后，特别是末法时期，真的这些众生情之深重，于此疑惑啊，所以他带我们发问，带我们请法啊，今时此界众生往往颠倒啊，扭知此界之现象与规律，以观测诸佛境界，甚至至业欲之见，以一佛说，这完全是先前的现象。我们把事情看错了，想错了，啊，把这个世界的现象，这个世界的规律，规律是自然规律，啊，现在科学进步，把自然规律都破坏了。而且是严重的破坏啊！一般人说的破坏自然生态
啊，把整个自然环境啊搞乱了，本来它很有秩序啊，春生秋长啊，有一定时候的啊。现在有科学技术改变基因，不该长的它却长出来了，这就是破坏环境的生态啊，基因改变了啊，这些植物动物都照着人的希望去改变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对人类没好处，带来是灾难啊。改变基因不正常，不符合自然规律啊，人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接触饮食起居全都带着病毒，这些基因的病毒我们看到小孩很小，长得又肥又胖，吃什么东西啊？吃麦当劳，喜欢吃这个东西啊。体型，一个人有普通两三个人，走路什么都不方便啊。在国外我们看到尤其的是多，小孩大人都是这样的，不正常啊。啊，生态一改变，影响了动植物的正常生态，它对人类影响很大了。啊，多少动植物濒临绝灭。这不是自然灾害，人为的，人为而造成自然灾害，这个事实真相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啊，70年代，汤恩比博士就主张恢复从前用人工的农耕。啊，那个种出来的五谷杂粮养人，现在的五谷杂粮不养人。这是真正的灾难啊。啊，逼着我们自己要搞农耕。为什么吃东西不放心啊？所以这个也是谈到道场经济的问题啊，要靠信徒来供养，你的心不安定啊，没人供养怎么办啊？所以意念里面自自然然浮起来，要跟信徒啊关系搞好，要不然他不来了。如果我们自己经济能够自给自足，那我就不求人了啊。所以深谙则道隆啊，啊，生活能安定啊。所以我在澳洲就想到这个问题。啊，设防的供养，我们不存钱，我们买土地。啊，我们在澳洲有1000多英亩的土地，啊，
和中国差不多有一万亩的样子。啊，在澳洲一万亩不是大地主，小地主，不是大地主，多过我们十倍二十倍都不止。啊，他土地很便宜，买了个嘛农耕呐、啊。啊，我到澳洲，我们自己种菜，所以蔬菜、水果我们不需要买，我们足够了。啊，现在呢，我们种稻米、种小麦、种马铃薯、种玉米、种花生、主食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不会种。我们请农夫种，我们给他工资，啊，一天八个小时多少钱？我给钱给你。收成除了自己吃，到市场去卖掉，卖的那个钱，付工资还有多余的。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方法我们这个生活自给自足啊，啊，这吃的放心。我们东西拿到市场，人家都愿意要。那为什么呢？真的是有机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大家吃得很安心。而且呢，我们这农作物都是听佛号啊，我们这个田里面都放的有这个念佛机啊，听佛号，听读经，长得特别好。啊，这个做出成绩了，可以带动了改善农耕，让一般农人说不需要用化肥，不要用农药，你就用我这个方法，啊，让这些农作物啊听阿弥陀佛，啊，听这个音乐，它长得就特别好，啊，我们做出之后啊，会影响附近的农夫，省多少事啊！钱靠不住啊，一个灾难来了，可能一文都不值了，都变成废纸了。啊，还是买土地，种种粮食，这个可靠。啊，那么这些也是我们就道场这方面啊，道场的经济来源，我们在做试验，啊，试验成功，这很好。中国古时候。啊，这个丛林也是用这个方法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施主啊，大的护法，他们都把买土地、买这个山林供养道场，所以道场有农田，有这个山啊，山上可以种树木。啊，所以它有生产。那个时候都是给农民租给农民，啊，收成呢给农人分一些过来。啊，我们现在不分，收成全部是自己的，我给工资，啊，得发工资，收成全部是自己的，啊，买来的时候还有赚头的。这个做成功了，我们就很安心了。啊，去年第一批农耕收获了，种小米，收了13000公斤。啊，今年种的东西就多了，这慢慢渐渐有信心了。啊，农民也很欢喜。啊，我们工资跟国家规定的一样。哎，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啊，照天数了给算这个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带给我们的灾难啊，不是好事情啊。佛法常讲正知正见。哪是正呢？还得找老祖宗。
老祖宗东西能够传承千百年，它有道理。啊，没有道理，后人就把它改正了，修正了。像今天科学技术，大概30年新东西出来了，旧的推翻了。它常常在改呀、啊。中国老祖宗那些东西，它不改呀、啊，千年万世不会改动的，它是永恒的，它超越时空。这叫真理，不能怀疑，不能把圣贤的智慧跟现在知识一般来看，那问题就大了。智慧永恒不变，知识日新月异，这两个要分清楚。啊，智慧是从禅定清净心里头生的，不是从广学多闻得来的。啊，中国人从小要背书，都背古人这些东西，所以现在人反对，啊，认为这个教学法是错误的，殊不知。你对这个教学法不认识，你误会了。啊，中国人教小朋友从小教是什么？是教他戒定慧。这戒定慧怎么落实呢？就落实在背书上。啊，你不用这个方法了，小孩也胡思乱想。啊，他的心也毛躁啊，就不能养成习性了，要帮助他恢复本性，本性本善。所以背书的目的就是修定的一种方法，不让你胡思乱想。啊，背熟了，将来一生都不会忘记。啊，到用的时候，这叫随手拈来，那是副作用。背书的副作用不是真的，真的是叫他得清净心。你看，教他守规矩，那是持戒；用这个方法帮助他修定，帮助他开智慧。定久了，他就生智慧。他对于古圣先贤里面东西道理，他就悟出来了。啊，不需要听老师讲解，老师讲解才讲几句，他全通了。啊，然后你才真正懂得古人教学方法高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方法比不上啊，真管用啊！啊，但是我们丢了太久了，啊，中国丢掉200年了，200年大概7、8代了，啊，这个200年当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科学文明，科学文明头一桩事情就叫你怀疑，啊，怀疑是科学发现的开始，这个对物理行，对心理不行。啊，所以今天科学家提出来，地球上这将近400年的科学文明，这里头有个严重的误区，就是二分法，这个错了。二分法就是物理、心理分开。啊，现在科学不搞物理。
认为物理跟心理是两桩事情。啊，现代量子学家才发现，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心理生物理，心理是能生，物理是所生，他们两个没有法子离开。今天我们再讲心经，五蕴皆空，就不能用人身体来讲了。啊，过去都是用人身了，色是什么？色身体。心是什么？受想行识。啊，这个人很容易懂啊。现在讲不能这个讲法了。色是什么？色是微中子。啊，最近科学家所发现的，这是物质里头最小的。那身呢？《金刚经》上讲一合相，所有物质现象，啊，宇宙的现象，都是这个微中子组合成就的。它是所有物质的基础基本。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具足无五蕴，它里头有色。有受，有想，有行，有识。那我们这个身体是多少微中子？数不清啊！啊，科学家讲细胞，细胞很大很大了。啊，50兆个细胞，我们身体50兆个细胞，是50兆。啊，细胞再分变成分子，分子再分变成原子，越分越小，那就是越来越多啊，这数量啊。啊，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多大？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100亿个微中子合起来一个电子。那我们这个身体里的这个身体要算微中子的话，这数字怎么算法？啊，那么小的东西里面，色跟心分不开，是一体。啊，所以这一个发现，现在叫做前卫科学。就是还在试验阶段，啊，还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认同。在试验的阶段，我们相信，10年、20年之后，全世界都承认。承认之后啊，科学有个大革命，把从前的理论全推翻了，变成什么？现在已经提出来了，一心空无，物质现象啊。心理可以控制，头一个治疗，将来人不会生病，生病不必要用医药，不必要要医生，你把念头改变，你带着病毒的细胞就能恢复正常，因为物质是心理变现的，念头好变出来全是好，念头不好才带着病毒。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灾难，念头好，灾难全没有了。啊，科学，你看，科学带给这么多灾难呢，不能化解，念头能化解。啊，念头能叫你一切恢复正常，这念力的秘密，现在很多科学家研究这个东西。啊，也出了不少报告。啊，那么他们所说的呢，全在佛经上。啊，物质是心变现的，经上就说得很清楚。色由心生，色就是物质，它是从心生。总的来说，全体是心，
整个宇宙全体就是一个心啊，离了心之外，所以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近代科学才发现的，啊，那么佛法里面讲这个心是两重意思，一个是真心，一个是妄心。真心能现，能生；妄心能变。啊，我们是身体有病了，这个身体是物质现象啊，有病态了，老化了，这都是妄心。如果用真心呢，真心不会生病。极乐世界用真心，不用妄心，人不老啊，寿命长，无量寿，人永远不会衰老。为什么？真心它不变，妄心刹那刹那在变啊。所以佛法里面讲的心呢，这两个都有，有真妄都在用一个心表两个法啊。所以色有心生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没有念开离开念头啊，一切法从心相生，这叫设法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念头变现的啊。所以最近这些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对我们学佛大有利益啊，许多经上这些问题我们常常念，总是怀疑啊，但是我们不能反对啊，佛说话是真实语，不懂啊啊，科学家做实验证明了，我们这佩服佛陀伟大，真了不起，这才真正相信，一丝毫怀疑没有了。佛是怎么知道的？定中境界，定中见到的，限量境界。啊，科学家怎么知道的？先用比量，就是用数学推算。有这个可能，然后再用精密仪器去观察，从这个点发现的啊，这个里头很多是比量的境界，不是限量啊。所以佛经讲的比他报告讲的透彻，讲的圆满。啊，所以我们今天实在讲呢，由于我们的业障啊，烦恼障、所知障已经养成习惯了，对于佛经上说的这些怀疑，相信是相信，信不够透彻，半信半疑，都是这个态度，所以你不能做到，你要完全相信，你已经做到了，你落实了。这个话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千万不要误会，你自己已经相信了，没有做到的都是没有信啊。你真心，老人家举个例子啊，桌上这边放着一堆黄金，这边放着一个黄铜，现在说随便你拿一个去，不能拿，只能拿一个。我要认识，我一定拿黄金，不会拿黄铜。但是张家大师用这个比喻告诉我，就是你是不是真相信？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你不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
不知道这个世间是幻象。啊，我们读了弥勒菩萨的报告，啊，知道啊，所有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都是波动现象，波动的频率一秒钟1600兆次，每一个波动现象就是一个幻象。啊，第二个呢，又是一个幻象，它不是一个象。就像我们看电影那个幻灯片一样，它不是一张片子。啊，它是一个念头连续了，连续啊，它不是相续相，相续是张张相同，它不同。啊，所以加个相似，相似相续相。不是真的，全是假的。那我们在这个上面起了贪嗔痴慢疑，错了，全错了啊！真的错用了心呐、啊！啊，应该怎么才态度是真的？如如不动，那是真心。啊，不起贪嗔痴慢疑，真心。啊，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没有明文利养，真心啊！所以连修兰博士都知道，要把不善的记忆清除掉，善的记忆也清除掉，回归到零即性。他的能力是从这来的。那我们如果是把善不善记忆统清除掉，我们只放一尊阿弥陀佛，能量比他还大。为什么？他的能量是自心的能量，是自己修行功夫的能量，这个集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能量加一个佛的能量，所以这个能量比他更大，比他更殊胜，这个道理要懂啊。他俩访问一次时间太短了，当天下午他就走了。啊，如果他想住上几个月的话，我就会教他了，加上阿弥陀佛更厉害啊。啊，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那么这里举例子，啊，说一般人执着业余之见，啊，这叫偏见，啊，怀疑佛说的，举阿难的例子，闻佛说极乐世界没有虚名。他就怀疑那极乐世界的天人住在哪里，极乐世界有天呢，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他有天道有人道啊，他没有阿修罗，他没有畜生恶鬼地狱，极乐世界没有啊，那天道四王天、忉利天是地居天呐、啊，那没有山，他住哪里啊？你看，疑问从这来的啊，所以佛反问他了。那么此界夜摩天灯，他不要靠须弥山了，他住在空中啊，焉能具忉利以下之四相啊，怀疑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我们世界完全不一样啊，经上一再提示我们，他是发心身发心土
啊，它不是我们微尘集聚的一合相，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已经断食、转食成智了。我们今天所有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啊，极乐世界已经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所以他们那边声响是新现的，没有识变。我们这边是新现的，加上一个识变。如果我们把识变去掉了，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就一样了。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就不怀疑了。我们转阿赖耶可太难了，可不容易。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转变。啊，等于说是我们讲五通，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通，天人有五通，报得的升到天上就有了。啊，鬼也有五通，报得的。啊，人中有报得的很少，不多。不普遍，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报德的发心身啊，报德的发心土啊，极乐世界的莲花都在花苞里面产生。随便的现象啊，就像彩蛹啊，它结茧呢，那个茧就像莲花了，它在茧里面产生变化啊，茧破了裂开，它出来了，它化成蝴蝶了，那个身相完全不一样，它会飞了。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体整个产生变化，就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莲花化身在莲苞里面，就像在蛹里头一样。啊，像蚕结的茧，就那种方式在里面变化。啊，花一开，啊，现的身相是。法性身啊，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佛在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身相，身有八万四千相。为什么？你圆满了八万四千功德。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啊，阿弥陀佛，每一个好里头有八万四千光明，每一个光明里头有化佛跟无量的化菩萨。我们到极乐世界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你才有本事去参访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啊，你去拜佛啊，供养佛，修佛，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啊，化身去的本身呢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
化身呢，十方世界都去了，过去世界、未来世界，你通通有本事去。啊，所以在极乐世界成就为什么那么快？那叫真精进，逼着你没有法子不精进。啊，这是成就快，而且没有任何障碍。啊，完全由你自己的念力成就自己不思议境界。阿难，大权实现，为众生而问，故不云诸空，而答呢不可思议。于是引出世尊书生的开始，到处啊全经要旨，盖本经通身是一部不可思议。话说得很有味道啊。阿难跟释迦牟尼佛在唱双簧啊，舞台表演的 演给我们这些迷惑颠倒众生看了，让我们在这看到觉悟了，明白了啊。你说佛菩萨的教学方法多高明，这个要学啊。怎么个修法呢？把我们教学方搬上荧幕啊，写成剧本呢，搞连续剧啊，啊，用这个方法来教学啊，用卡通动画来教学，这大家欢喜啊。这都是佛菩萨早已经做出来了，我们要会看啊，看会了我们要会用啊，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在我们自己修学，用在我们帮助别人学习啊，所以何学何用啊，啊，这是智慧啊。啊，你才真正看到佛经妙啊，妙中之妙啊。啊，早年我跟方东伟先生啊，他跟我说，佛法是活的。他举华严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概论。他说的非常具体，这本书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最巧妙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做出来给你看，这是全世界哲学书里头找不到第二种带表演的啊，做出榜样来给你看。所以我们要会学，我们要把这些门道全看出来，然后我们来做表演啊。我们用一个道场，用一个地区，把它造成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什么呢？是和谐，是平等，是包容，
啊，是幸福，是圆满。即事出世间一切美好都在这个地方，这称之为极乐啊。居住在这个人没有苦恼，天天在享受，不但享受人间这一切乐趣，更能享受啊大乘至高无上的法乐。啊，所以我现在在鼓励啊，每个宗教建一个圣城。啊，我跟世界上这些宗教家往来啊，都是鼓励他建造一个，打造一个圣城。这个有意义啊，有价值，一生没白来，对你的宗教有贡献，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